公子起床休养。叫我睡会儿。对付这种懒人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。我好歹也是个大小伙子，不是有尊严的好吗？大哥们，一起吃饭。我的，哟！我大哥发绝招了，你们倒霉了，知道吗？哟！老大，老大，你好点了吧？老大，我，老大，你先藏起来，不能让他看见。好点了吧？我屁股着火了，着火了！大哥，我来救你，别动了，别动，举起来！你错了，错了，不会了，我错了。我素质问题啊，我挺有素质，放开我错了，练哦，哎呦，我这怎么那么痛啊？那个人晕了，其他人中不是好使吗？我可能用力过猛了。出场了，我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。大哥，你玩个游戏能不能别那么深沉？不是你一个死人妖，你懂什么呀？